今天要玩什么？我们玩那个贝壳。你确定是可以的吗？是教育大赏，不能晃。柜子里面的随身物品都要系得紧，如何如何？完全不会掉。我现在才知道我体重那么轻，你体重太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连摇都摇不出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而且自己玩还玩，刺激吗？刺激吗？还好。再来去做小蓝鲸。不要。星星呢？星星可以吗？我当然要。好，那赶快去吧。好。好，智慧妹姐姐准备要出来了。还没出来就开始在叫，是怎么回事？再来是燕燕宝宝，再来是吃我们的甜甜和波拉，他们准备要下去喽！哇，这边看不到。星星，你看我，你觉得会很恐怖吗？会啊，我觉得好像一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坐在第一排，小胖又帮我抱他，好，妈妈，松手，妈妈，出发！我们现在要上坡喽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姐姐，看这里，太阳太大了，我不敢看。我们现在要上来了，不怕不怕，我们已经到了。最高点准备要下去咯，准备要冲咯，尖叫了，结束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开心吗？好玩吗？好玩。你看妈妈全程这样拿着都没有掉下来，哎，很好玩，而且一点也不恐怖啊。你有看到妈妈吗？有啊，我全程拿着手机耶，疯狂潜水艇，我们升上来了，不高吧？不高啊。来，我们来看外面，大家这样。看美人鱼吗？美人鱼在这。美人鱼感觉又有一点老。现在玩什么？海盗船。海盗船，噔噔噔噔。来坐最边边好不好？中间。不仅要两只手起来，你们两个在中间呢。放松，往下越高一点。
还好吗？不好。哎呦，那么还好啊？还好啦。可以哈，都放开了。我这样啊。这样，这是投降，你要举高。我教你们一招。你那个啊，坐上去的时候，你脚要顶着前面。对，我顶着前面，但是我还是会飞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怕正常正常，屁股会离开是正常的。可是你脚只要顶着前面就安全了。我们来吃饭了，在这一间发现了谁？吓到了吗？这个是炸物拼盘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还有松饼的，然后这是什么？来了，我们来看看可颂千金宝。啊，挨个，一二三，啊！好，来了，这么好吃。来这边一定要吃东西，点的另外一个一定是要汉堡，海洋堡有没有？这个叫什么堡？我忘了耶，这个是套餐里面的，我们的亲子套餐的。其中一个快乐儿童餐的汉堡。其中一个亲子套餐的宝，长这样。它好像是花生熔岩，上面有花生酱。哦，浓浓的花生酱，搭配里面那个肉，超好吃的。我们开动喽！妹妹吃的是这个海鲜饼。我们来去看海洋探险馆，他说有美人鱼的传说，哎，走啊，珍珠，哎，我们来拍照。以前来过妈妈。对啊，我们之前来过啊。我很记得我们以前有进来过。一样在这边拍照。休息五分钟，五分钟后再来做一次。他做对了，就赶快吹哨给鱼吃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宾掌声鼓励鼓励。海豚的声音好不好听？好听哈、哦。那请告诉我，海豚哪里在发出声音来？在哪里？它发出声音的地方在哪里？喉咙不是，肚子不是。看清楚，哪里？上面的系统。哎，有人讲呼吸孔，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呼吸。实际上是头上面的气孔在发出声音来哈、哦。没关系，我再听一次，仔细很轻易的知道。真的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范围内那个鱼的位置在哪里？鱼好不好吃？油够不够多？他都可以把扫描出来。哎，爸爸，你还好吗？这边站了多少人？我要不我帮你把它抱下来。还有谁的体脂肪最高？他也知道，因为他喜欢吃油很多的鱼，啊、嗯，所以他最爱吃什么？秋刀鱼，就是这样，啊、嗯，这就是海豚的超音波，叫做回音定位系统啊、嗯。好，我问一下大家，请问海豚会不会喷水？好，认为会喷水的请举手。